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第一句话是不是应该要先说“Edo”？情人节快乐！嗨，你还跟情人节快乐，可以跟你讨一个抱抱吗？哦，那你现在就是我手中这个抱的，嘿，好，抱了。阿里阿豆，有没有觉得我刚刚用很大力？你有没有觉得骨头断了？有骨头断掉的感觉吗？海吉兽的力气不是很大吗？可是我今天比较温柔啊，我有温柔的对你们呢。你现在是嫌我太暴力吗？你是嫌我对你很暴力吗？所以你想要怎么样？你要我把你踩在脚底下这样吗？感受到我脚底的力量了吗？哈哈，你现在是嫌我暴力吗？哈。算你倒霉，我就喜欢这样玩，我就知道你喜欢这样玩。来，让姐姐看看，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躲在里面，让姐姐看看呢、啊。